上一次介绍本票强制执行，你超过时效的话，会被债务人用拒绝给付做抗辩，所以债权人要特别留意。另外，我们再谈到，拍卖抵押物裁定的部分，因为这个是债务人提起异议之诉。啊，讲较白，我看这件案件了后，我发现债务人呐，就是，比我以前拄到的债务人他恶劣啦。那债务人又有行使留抵权嘛，债权人到现在都没办法实现债权。而这进前呢，进前我和一个朋友在讲，讲阮人讲借你钱，伊都毋是要爱你的财产，伊是要爱你的利息。在这个民间这种啊，同款，这种的他既然借你钱，当然是他希望取得利息，希望你如期清偿，这个叫诚信原则。那我们就继续谈这个拍卖抵押物，法官怎么看？按民法第860条规定，称普通抵押权者，为债权人对债务人或第三人不移转占有而供其债权担保之不动产，得就该不动产卖得价金优先索偿之权。民法第873条规定，抵押权人以债权以借清偿其实而未受清偿者，得申请法院拍卖抵押物，就是卖的价金而受清偿。民法第873条之一规定，约定以债权已经清偿其而未为清偿时，抵押物之所有权移转属于抵押权人者，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第一项，这是有这一项规定。抵押权人请求抵押人为抵押物所有权之移转时，抵押物价值超过担保债权部分，应返还抵押人。这句话就简单讲，就是讲你啊的抵押权1000万，而这抵押物价值5200万，你要部分返还抵押人。不止清偿担保债权者，仍得请求债务人清偿。第二项，抵押人在抵押物所有权移转以抵押权人权，得清偿抵押担保之债权，以消灭该抵押权。第三项，这是民法第873条之一规定之。这个是什么时候规定？它的立法理由是这样，96年3月28号立法理由这么说。第四，因抵押权只在担保债权之优先索偿，会使抵押权人因此获得债权清偿以外之利益，故为第一项之留抵约定啊，就是所谓的留抵约款的约定时，抵押人自负有清算的义务，抵押权人自负有清算之义务。抵押权人就是债权人，抵押物之价值只有超过债权额者，是应返还抵押人，我们所讲的债务人或担保物提供人。因增订第二项规定，本项有明定抵押物价值低算之基准时点，为抵押权人请求抵押人为抵押物所有权之移转时，以度抵押物价值变动之争议。又计算抵押物之价值时，应扣除增值税负担，前次续抵押权之担保债权及其他应负担之相关费用等，自此当然。以担保债权清偿借自或抵押物所有权移转于抵押权人时，抵押权及其担保债权尚未消灭，债务人或抵押人自仍得清偿债务，以消灭抵押权，以解免其移转抵押物所有权之义务。衍征订第三项规定比例适用，可知民法第873条之一第一项规定之留抵约定这个条款重经抵押成的权人依同条第二项之请求，以同条第三项规定，抵押人仍得以清偿抵押权所担保债权之方法，消灭抵押权，便解免其移转抵押物所有权之义务。
十年之在有留抵约款之约定时，拍卖抵押物受偿及请求移转抵押物所有权清偿，均为实行抵押权之权领内容。当抵押权人选择实行拍卖抵押物时，因拍卖行为包括移转抵押物所有权，当然无从再实行留抵约款。但以抵押权人选择行使留抵约款时，因抵押权人未受清偿，与抵押人尚未移转抵押物所有权前，该抵押权并不消灭，所以抵押权呢另负清算抵押物价值之义务。在抵押物价值超过担保债权时，抵押权人另负有补偿义务，而抵押人基于担保之本质，也得以清偿方式减免拍卖或移转所有权之义务。我这个案子呢有两种状况，一个就是所谓的拍卖抵押物，一个就是行使所谓的实行留抵约款 的所有权移转。我个人看法，当然这担保物价值啊，担保物价值是目前是2500万，它现在最高限额只有1300万，1300万再扣掉增值税，我们假设跟它估了300万来讲，等于就是1600万。1600万它本身又有普通债权所谓的借款关系，借款的法律关系，这个另外要取得执行名义。所以我个人看呢，这个、用什么方式，就是委托中介公司啊来把它卖掉，然后双方再去算，不然这个官司再打4-5年还是再打哦。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看这个案子以后啊，我个人的看法了，是不是适当我们再做研究。原告虽主张被告行使留抵约款，即使再次更改，以前案确定判决，被告所有抵押权之担保金额809万之金钱债权，这个金钱债权，我个人认为是还是有争议，但是是不是说所谓的争点效的基数，我们还是研究一下，以变更为抵押物所有权请求权等于。这是原告的主张，也是债务人的主张。被告就是债权人在反对。经查，民法873条之一第三项规定，抵押人得清偿抵押权担保之债权，以消灭该抵押权等于。系以抵押权人行使留抵约款后，受抵押物所有权移转前，抵押权仍然存在，并未消灭为前提。且上届立法理由啊，都要有念一寡上的立法理由嘛，就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说，以担保债权清偿期限届至后，抵押物所有权移转与抵押权人之前呢，抵押权及担保债权尚未消灭等于，堪任留抵约款之行使，并无更改债之内容以消灭抵押权之意义。否则抵押人岂能再以清偿方式消灭该抵押权，在损之抵押人以高价指抵押物担保之情景，可能导致抵押权人以行使留抵约款后，因清算结果尚需为高额补偿，你这抵押物没办法求偿的时候，受偿的时候就难以履行补偿义务之问题。如原告我们现在所讲的是这个是债务人去告的，主张可采的话，将导致抵押权人无法取得抵押物，又现已不能申请拍卖抵押物以取偿之困境，对抵押权利之保障更为不利，也有违该条保障抵押权人利益之立法本质，更证诸债务人就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张有违公平，便不可采。所以法官对原告主张说这个拍卖抵押物就把它驳回掉。所以
延告清偿前你钱没有还，怎么可能就是细征抵押钱就尚未消灭啊？如果啊，法官啊，占传遵遵例的的，讲这的钱无还，会使涂销抵押钱呢？这個、法官也都免做啊，是不是？所以被告自得，执细征拍卖抵押物做裁定，对原告申请强制执行。我讲到这了后咧，含相关的条文咧，赶快铺到咱的 YouTube， 这个实务非常好，我们供大家参考。AP 亚东新闻证监国会公司治理生活法律地震室理事长呢，今天呢跟律师研究就是抵押权的让与啊，抵押权让与，如果你这债权的债权已经确定的话，我们就不需要的担保物提供人兼债务人的印鉴证明，否则还是要三方做变更。做所谓的抵押权移转变更，再度感谢大家。地震室理事长，正祝大家平安喜乐、健康快乐。谢谢大家。四平合作，分出行杠铃波比，中下台湾天龙四平合作，地米天龙杠铃波比，信地址李宏路，地球地米全家，人力全家，人生路途注意。人生路途注意，谢谢。奉修四常，拜本主神，拜龙大帝，拜秋神，拜女神。有感应哦，吼！恭请台湾天龙四面合作，财神天龙降临保庇，善男信女。李宏儒 AP 亚东新闻，祈求事业成功，人合作到感情到保庇，谢谢。恭请台湾天龙四面合作，爱情天龙降临保庇，善男信女。李宏儒，祈求家庭圆满，一切婚顺利，有好姻缘。人有做到开心到保庇，谢谢。恭请台湾天龙四面合作，平安天龙降临保庇，善男信女。李宏儒 AP 亚东新闻，祈求身体健康，家中人人身体健康，人生路途如意，谢谢。咱感谢白影山人啊，咱介绍啊，是怎啊，咱推荐咱民权四面佛。是安怎我来讲会感应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个人有敏感体质啊，咱四面做做波油啊，所以个人呢。只有靠自己，靠唱歌，唱歌总是爱靠歌迷，为着歌迷唱歌，来来来，妈妈阿妈，平安平安，你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对嘞？想特别访问最近很夯的。就是食品安全的或者消毒水的净化的台湾 ISO 公访中心电话一传真0262200广告部新闻节目广告制作不动产专业经济经济
花光电。三个人开花无密室，市里去翠山银幕容易圆意。林业开花科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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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山台湾正秋，欢迎大家来，元气健康永远陪伴你。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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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树林外乡客，翠山好土地，山台湾开发欢迎你。农业、文艺、生物科技真正好。山台湾种树，欢迎大家来，元气健康永远陪伴你。三百四十六座，谢谢。那电视广告是露天在录的，也叫另外一个演员阿林做阮老母。查甫的装作主人，我讲阿妈，李生，啊我落的啦，啊落的即马咧创啥？落的即马咧卖加当苦茶糖，落的，这加当苦茶糖袂歹，你著带电视公红仔。安尼坏，所以啊，广告趣味足济啦，讲袂了啦，人客大只听，我欢喜，来只泡一个好老茶。变一个土豆果子，变一个土豆果子上爽。我这是火火土豆三零五四，啊，这个好乐茶在饮清凉体会。这好乐茶一杯一百，甲恁赚八十，也土豆果子一杯拢甲恁赚40-40，有迄个价，赚了济，无赚遮济，伊是这个费用袂起来，人员太济啊，啊，所以大家旁就讲无见到伊吼，讲台湾话，讲故事，无人啊。我伊报地也有人讲一个各国的现场，还是敢若剩我一个。我含辛甘命伫咧拼，准备要拼十档。伫十档的岁月，自故事讲话延展，或者聊天顶一出头到尾有一个完全的结束。各位感谢恁各位努力哩，多谢。今仔日呢时间关系，到这过一段路，恭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事实要讲无要紧，咱的节目都也够了，所以各位的收看收听，乐天感恩万千，我已经尽力讲这个故事，写实要话好听，但愿恁听了会哈，每日捧场指教，恭祝健康快乐，万事如意。
庶民、平民、权贵、贵族生活杂志，食衣住行娱乐，士农工商、农林渔牧系列报道 ，AET 亚东新闻传媒群制作。